欢迎各位啊，回到嘉义高中母校来参与这场盛事。那今天在路跑活动里面，我相信各位除了路跑跑出健康之外，更能跑出我们嘉中人的情谊。这是呢，咱嘉义市呢教育的一个闪亮的招牌吼。啊，咱作为好友呢，在咱各行各业内底呢，为台湾打拼，为嘉义市打拼吼。咱大家呢，拢是咱嘉义市的骄傲。今天呢很开心哦，来庆祝嘉中100年的校庆哦，跑步啊、哦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开始运动之后才发现到说，运动不只是身体好，它最重要的是让我心情变好。祝母校生日快乐啊！我们这个校务兴隆啊，继续跨向下一个100年。祝福大家啊，今天的这个行程都很愉悦，很快乐的心情。我想一个进步的城市哦，运动是指标。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持续跑下去，让我们嘉义更幸福。重点是今天要特别祝福我们嘉中生日快乐。